龙珠的作者鸟山明先生因病于3月1日逝世了，真的是一代大师的陨落呀，我们的青春又少了一部分。Es rappelt im Garten, dong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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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dong. 再见，鸟山明先生，感谢您的陪伴，在戒王那儿好好练拳。啥呀？妈 ，KT 帽啊！出生 ，Oh Daddy。あげまして、おめでとう。如果你只爱自己，那就没什么可以伤害你。你得让大家看到你非常酷，不会被所谓的爱情困扰。
绝了，他拍的。